大家好，我们今天再来讲另外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华尔街的分析师对 Upstart 估值错得这么离谱？我之前就说过，我对分析师这个行业普遍评价不高啊，并不是我的偏见，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如果分析师对自己的估值能力，对自己给公司的定价非常有信心，那他肯定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马上辞职，自己去做资金经理，自己买卖股票，成为第二个巴菲特，而不是给别人提建议做分析师了。他们分析的主要问题是，他们通常只重视定量分析，而不重视定性分析。对 Upstart 而言，估值的核心是，这是一家 AI 作为主导的科技公司，它有极高的单位经济效益，有很高的未来发展的巨大空间，而所有华尔街的分析师都把 Upstart 当成一家类似银行的金融贷款机构。我们之前就说过，银行负债高，增长慢，因此估值很低，通常市值比账面价值高不了多少，这是 Upstart 估值被低估的离谱的最关键原因。 Upstart 未来会用它高速增长和高利润来证实自己其实是一家科技公司而不是银行，分析师们最终也会被迫更改自己的估值方式，这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视频不是投资建议，谢谢，再见。